兄姐妹们将手机转静音，谢谢。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太阳，是盾牌。耶和华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福气，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时候我们请一同起立，我们要来唱诗《普天颂赞》第五十二首。普天颂赞第五十二首，主仆颂主歌。Thank you.
兄姐妹们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起印经文。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第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由我来请弟兄姐妹来印，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诗篇八十四篇，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里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燕子为自己找着刨除之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有福了。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上帝。上帝啊，我们的盾牌，求你观看，求你垂顾你受膏者的面。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太阳，是盾牌，耶和华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福气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有福了。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我们一同来唱诗普天颂赞第八十首，普天颂赞第八十首灵气歌。以下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这时候要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的朋友们。不晓得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同在路西教堂敬拜的好朋友，可不可以请您站起来，好让我们认识您。我们后面有朋友，来，我们掌声欢迎。
哦，感谢主，好多位，好多位新朋友，我们在主里欢迎您。我们的招待会给您留名卡，麻烦您填写后，今天崇拜后交给我们的招待同工。我们那边还有几位哈，是不是？麻烦你们也举个手哈。好，愿上帝赐福你们，希望常常有机会可以在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我们在这边也欢迎一起在线上，崇拜的弟兄姐妹们，愿神赐福大家。我们这时候一同来看教会的消息。我们一同来看前三项。一，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从即日起一直到八月底，我们还是维持现在聚会的形态，就是第一堂暂停聚会，我们就开放第二堂11点实体敬拜之外呢，会有同步的网络线上直播。那么之后也会视疫情的状况做滚动式的调整，如果有任何的异动，我们会尽快的公告，请弟兄姐妹们留意。第二项消息就是8月7号，也就是下个主日，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教会依然会用视讯的方式照常举行圣餐。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在家里头敬拜的话，请您预备葡萄汁，还有自制的无酵饼或者外购的面包、苏打饼干，然后与现场的弟兄姐妹们同步领受。三，新年度的主日崇拜通行证已经在7月底陆续寄出，教会也用简讯通知了申请人留意收件。申请的人请于实体聚会的时候到教堂招待桌缴交费用，谢谢大家。其他第四项消息以及代祷的四项，我们请弟兄姐妹们自行参阅。以下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向神感恩的表现。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或不了解奉献的真意，那么待会聚完会后您不一定要奉献，但是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们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缴纳给神，作为教会的圣工使用。在主里谢谢大家。那么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没有传奉献袋，请大家待会会后呢，将您的奉献放在奉献箱里头，谢谢。我们接着请一起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美好的主日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现在依然是疫情的时间，但是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依然让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仍然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的家庭有平安，因此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的来服侍。主啊，真的是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能够在你呼召的位份上面行你喜悦的事。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不论我们是在任何一个职业或者是工作岗位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行你所喜悦的事，好让我们能够造就我们周围的人。主，让主你的名得着荣耀。主，我们现在要将我们的奉献恭敬的摆上，作为教会的圣工使用，求主你来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一同来读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阿摩斯书，我们要看的经文在阿摩斯书4章12节。阿摩斯书4章12节，翻到了由我来攻读。因此以色列啊，我要如此对待你，因为我要这样对待你。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感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林根胜弟兄，他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主题是
预备迎接神。我们这个时候将时间交给根盛老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很高兴我们可以在疫情当中还可以在一起来聚会，来敬拜神。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好，那我会用原先的和合本的译本，那我想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那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要预备迎接神，那当然这个修订版讲说因此以色列啊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当然会让整件事情更清楚啊。不管怎么样，我想他的强调是我们要预备，要预备迎接神。那在一起我们来思考跟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请一起先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为要让我们殷勤遵守，为要让我们得着生命的粮，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强健起来。主，我们谢谢你，恳求特别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向我们阐明你的心意，你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计划，有什么样的安排，帮助我们，鼓舞我们，有乐意的心照着遵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阿摩斯书这里讲到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只要各位你有时间，你再回去看一下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这里前面讲到是什么？前面讲到是说上帝要来审判那个邪恶的北国以色列国。上帝会说 OK， 你们有很多美好的敬拜仪式，但是这个只是按照你们自己喜欢的来做，你纵然是你每三天献上十分之一也是一样，这个是不蒙上帝喜悦的。然后上帝会用自然界的灾害，会用战争来惩罚这个邪恶的人，这一群邪恶的民族。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就想要说那我要怎么样预备迎接神。好，我想就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现在比如说学校已经是暑假期间，或者是怎么样，大家很期待疫情终于松缓了，那我们可以好好的出去玩。 OK， 这个是我们对事情的一些看法，所以我们做了一些预备，或做了一些规划。那预备跟规划是非常符合我们一般人的常情常理，所以假如有台风来，比如说下个礼拜可能会有台风，那之后会有带来的雨怎么样，那我们就应该好好预备。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好，但是基督徒呢，或者是说阿摩斯书在那边讲的预备是什么，或预备不是什么。好，首先我们会看到说圣经在旧约屡次要以色列的百姓要预备，比如说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节讲到说你要自洁，要预备好了。为什么？因为第三天上帝要降在西乃山跟群众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约。立约，因为要立约，因为上帝要用一些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叫造访，因为上帝要来造访你，所以你要好好预备。那亦或者是说约书亚记这边也讲到这时候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刚开始很成功，他们非常谨慎，按照上帝的话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了，是一个大的城市。接下来他们想要说旁边那个小城我们应该没啥问题吧，就竟然去吃了败仗，在爱城吃了败仗。然后呢，为什么会吃败仗？就是约书亚记七章十三节这里讲到说，上帝要显明说为什么，那个原因在哪里？因为有人拿了当灭之物，应当被毁灭的东西，他却留在他家的口袋里边，留在他家的户头里边。所以要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神要施行审判。
那我想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是什么意思？我们要预备什么？我想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直强调的告诉我们的，当然有一些人可能过度的夸张以至于强调错了重点，就是耶稣会再来，耶稣还会再来。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就一开始跟门徒的对话是说，他再来的日子，包括圣殿被毁的日子的情况是什么，会有几个什么样的征兆发生。当你看到那些征兆一一的发生，而且一切都成就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已经在门口了。那36节接下来就讲到说，那你要预备，这是耶稣亲自教导的，所以不要以为是说哪一个特别的教派特别强调什么，所以让我们过度紧张啦，或者是小题大做，不是的，这是耶稣自己的教导。在6节，耶稣自己讲到说，你看到这一切的现象成就的时候，你知道人子在门口了，他待会就要推门进来了，但是准确的时间点你不会知道的。36节就讲，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那个正确的哪一天耶稣要来，哪一天的 哪一刻，你去看你的手表或是看你的电脑上的时钟，哪一天哪一刻，那是你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任何人跟你讲，他讲的都是错的，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任何人跟你讲哪一天哪个时刻耶稣要再来都是错的，因为连他这里讲说子也不知道，子就是耶稣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最后决定那个时间点是在父神那里。37节接下来就讲到说，那假如没有人知道的话会怎么样，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就是挪亚那个时候，人怎么样，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那这些照常吃喝嫁娶的人的结局是什么？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挪亚的日子呢，这里讲到说人们有一个特征，就是除了当时代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全部被洪水灭绝，因为他们不愿意进入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拯救的方舟里面。那一些人是怎么样？他说人照常吃喝嫁娶。当然有人在解释这段圣经节的时候，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人们会像挪亚的日子那样，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什么奇特的现象或什么什么等等。那解释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重点是那些人的心态是叫照常吃喝嫁娶。照常吃喝嫁娶的人，他们不愿意进入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拯救，所以当洪水来的时候，洪水来对他们来讲是不知不觉，然后他们的结局是全部被冲走。好，那既然有这样子的前车之鉴的话，耶稣举了这个就要跟我们讲什么？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里只要看原先的文字，应该是两个男人在工作，看起来都是工作，做同样的事情，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上帝是看人心的，上帝知道这个人真正内心的状况是什么，我们不一定能够知道。两个人看起来都在田里工作，上帝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家里工作勤劳家务，那上帝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人子来的时候，他会把那些属他的人带到神的国里，就像圣经在其他地方讲的比喻，把稻谷收在仓库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掉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己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在这一整段耶稣特别强调他来的那一天哪一个时刻是我们无法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四十二节讲说你们要警醒，再来四十三节也讲家主假如有这样子的情况他也会警醒，所以你们要不要警醒？你们要警醒，要警醒就是要预备，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哪个时间点来不可能你会知道的。好，耶稣这一段的教导让我们看到什么？第一个，耶稣一定会再来，你高兴他来他也来，你不高兴他来他也会来。第二个，你要预备什么？当然有时候你假如去看 YouTube 上面有一些人会教说你要预备类似的，在教会里面你要预备我们卖给你的类似救生包，让你可以活一年这样的，你要藏在你家里。那这个不是圣经教的，圣经教的是说我们要预备耶稣再来。那耶稣再来的话，当然之前会有一些灾难，那当然耶稣没有再来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已经亲眼看到有一些的你可以讲病毒，所以那小小的病毒它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许多的人丧失生命，非常非常接近启示录所记载的。你也已经听到打仗跟打仗的风声，你甚至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或在电脑上可以看到，而且你也看到说那个已经影响到世界粮食的供应，所以圣经里面启示录所讲的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我们。当然是或不是就是那个时间点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已经非常明显非常接近。启示录讲的不是跟你吹牛的，是完全实实在在的。你要预备耶稣的再来，再来呢你为什么要预备？特别要强调预备跟警醒，因为那一天那个日子几点钟哪个时辰你不知道，我也不会知道，所以你必须要预备好。我们可以知道这人子近了，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个日子哪个时间点是他要来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办？这里讲到说要警醒。好，警醒假设说我们讲说不警醒等于昏睡了，这是我用一个比拟这样的。昏睡，各位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人会梦游嘛，梦游他就会起来走路，他可能会到冰箱里拿东西吃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有些时候大概是白天想太多了你在睡觉的时候就会讲话这样，好像很会演讲这样子 但是你是不清醒的。你有没有动作？有，但是不清醒，你不一定能够清楚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也不能清楚的管控你在做什么，那就是昏睡。昏睡的人就是不警醒的人的特征是什么？按照耶稣在24章38节刚刚我们读过的，就是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那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是说吃喝嫁娶本身没有什么错，或是像我们中文所讲食色性也，这是人的本性，但重点是在这里照常吃喝嫁娶。那种人的心态就是好，第一个我要管好我自己，这个当然不一定有错，我要管好我的物质生活所需。第二个重点在于这里，我今天需要管好我的物质生活所需，我明天也就是管好那样，我后天也就是管好那样。你一直这样想下去的时候会怎么样？你只想到这些，照常吃喝嫁娶。我在困难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怎样维持我的吃喝或是嫁娶这些事情，只想到要照常吃喝嫁娶的人，这样子的人你可以讲他是物质主义，他所想到他看重的就是这些基本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再来，他因为只想到这些基本的需求可以满足，所以他不想到永恒的事情，他觉得那是距离很遥远的事情，那是很虚幻的事情。对不起，那可能不是哦。当你亲眼看到的时候，你就确定它不是虚幻的事情。你想在永恒的世界里边，只要用24小时一天来看的话，你现在觉得你把你全部的精力放在那你今生的一秒当中，今生的平均大概台湾人现在大概80岁，
那个八十岁的吃喝嫁娶，你觉得这样是聪明的时间安排吗？这样是聪明的人生规划吗？只看到要照常吃喝嫁娶，在上帝的眼中是不警醒的人，就像洪水以前挪亚的日子一样，只想到今生，只想到今生的物质需求据点，没有想到任何其他。好，那当然挪亚那个时代洪水来临的时候被冲走的人，他们脑袋是这样。但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各位，你今天都非常算是某个程度非常努力的来到参加这个教会的实体聚会，我想你对福音很有兴趣，你对信仰很有兴趣啊。那现在在线上的人，你不愿意去打 game 啦、你不愿意去打怪啊，你来参加这个线上聚会，当然你对福音也蛮有兴趣，你对信仰也蛮看重。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只要你脑袋里边想的就是照常吃喝嫁娶，只要你脑袋里边想的就是照常吃喝嫁娶，你的灵命是陷于昏睡的状态，你并没有警醒。至少这是按照圣经耶稣里面所讲的标准，不是我喜欢另标新立异这样子。假如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人在上帝眼里看起来就是在昏睡。假设说我们再把另外一个比喻跟这里相结合，这样子的人就是酒驾，你就说这个林弟兄在讲什么东西，这个为什么叫酒驾。假设你把基督徒的人生想成是一个朝圣的人生，是要回天家的人生，所以他就要朝着天家的方向，朝着神国的方向去行走。但是呢，就像一个人开车，这个人开车边喝，或者是说以前有这样的例子啊，先喝了高粱再上，果然发生车祸，整台游览车的人全部挂掉，这样，或者是挂掉很多人。只要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里边，他脑袋里边所想就是照常吃喝嫁娶的话，他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想要走回到上帝的家，他就好像一个朝圣的圣徒，他在往朝圣的路上要去面见上帝，但是他却吃喝醉酒。他就像酒驾的人，他可能不止自己会出车祸，也会导致到别人家破人亡，他害他周遭的人。我想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过的生活，我们要警醒，不要照常吃喝嫁娶，这个才是上帝要我们的一个基督徒一个警醒的生活。好，所以首先我们跟大家彼此来互相提醒，各位，假如你想象一下，各位，你刚过去那个礼拜，各位，你刚过去那一个月，你想一想，什么是你心里一直出现的事情？什么是你心里最快乐的，感到最快乐的事情？亦或者是什么是你觉得心里最让你担忧的事情？好，你想一想那些事情是什么？再来，你对照耶稣给我们的警告，你那些事情是反映出你是照常吃喝嫁娶的心态吗？还是不是？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彼此互相提醒。我已经讲过，我们是互相提醒，互相勉励，因为我们要一同行走天路，我们要帮助我们自己跟我们的行走天路的同伴，大家都要警醒，不要因为环境的困难，我想环境也许会越来越困难，而感到说吃喝嫁娶在我生命当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不是，吃喝嫁娶，假如你愿意遵循上帝的旨意，我们日用的饮食上帝是会赐给我们的，假如你走在上帝的和上帝心意的路上，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但是假如没有的话，你就必须要常常担心。我想首先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警醒，要警醒就是不要脑袋里边心里边只是想到要照常吃喝嫁娶。第二个我想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出来，假如说圣经的话好像一面镜子的话，在雅各书里边讲像一面镜子，
你去照镜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你真实的样貌是什么。那我们看到警醒，就是不要只是脑袋里边想着吃喝嫁娶，吃喝嫁娶不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也不是唯一。警醒，要警醒。接下来我们要看说，那警醒是什么？我们看到它不是什么，现在要看它是什么。第一个，我想我们彼此互相鼓励的是，上帝会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这诗篇二十三篇。那当然，诗篇二十三篇，假如你看电影的话，很多人是西洋人在，葬礼的时候才读到诗篇二十三篇哈。我想我们不要只是在葬礼才想到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要常常想到，这是有福气的一个祝福我们的诗篇。这里讲到说，神父神会使我的灵魂苏醒。我要努力苏醒起来。我现在在昏睡当中，假设。那我要努力苏醒起来怎么办？我可能没办法完全靠自己，没错，你没办法靠你自己而已，就让他可以苏醒起来。神会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四到九节，这里会跟我们清楚地讲到说，一个警醒的基督徒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特征。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乃是预定我们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好，我想上面这一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这里讲到说哈，一个很重要的是，比如说我在这里五章我截录的第六节跟第八节，我们总要警醒谨守。所以神会 要我们清醒，保持清醒警醒。另外我们要自己愿意。再来，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做得到，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第五节讲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有办法警醒。一个简单的比喻，各位，你只要开车的话，在台湾都是要靠右嘛，但是有一些国家开车是靠左。那简单讲，就为什么你在台湾开车要靠右？因为你属这一地的公民啊，你要遵守这一地的法律。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能够也乐意遵守上帝的要求，我们要保持警醒。好，我们可以保持警醒，前提是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公民，所以我们愿意也乐意也必须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好，那假如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应当谨守。接下来就是警醒的人或谨守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征？这里讲说，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啊，这里讲到说呢，当然你可以想成说是，假如是圣经里面讲属灵征战的时候，他有一些上帝给我们属灵的军装，那这样子 ，OK 也可以。那你就想说，护心镜是什么？保护你的心的。得救的盼望就是头盔。我想头盔对我们来讲应该不难理解，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就会要求说，你骑机车你就必须要戴安全帽。为什么要戴安全帽？因为比较安全，因为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会出什么事情。虽然大热天的，法律还是规定你要戴安全帽。这里也是一样，要戴头盔。再来，头盔不够，还要前面要戴护心镜遮胸。护心镜遮胸，我只是说按照我小小的理解，就是就像旧约圣经所讲，你一生的果效，一生的结局是什么，是在于你的心。
所以你要用什么东西保护你的心，以至于你可以保护到你一生的果效是美好的？用信和爱。你要用什么保护你的脑袋？脑袋，我就说按照我的理解，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解，我没有意见，我只是说按照我的理解。你的头决定了你的方向，就像耶稣讲的，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假如上帝要你走的是这条路，你也已经走了， 你愿意走，可是你的头呢，左顾右盼，看看别的路好像蛮好的，看看别人他们混得比我好，左顾右盼，不专心跟随神。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就说，那我是不是要回到我以前的日子还更好一点，似乎更好一点。这样子的人就是不专心跟随神，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头盔来保护你，让你可以向着上帝要给你的那个目的地，那个标杆一直走过去，一直跑过去。你要戴上什么样的头盔以至于可以保护你，让你可以专心跟随神，就是得救的盼望。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假如有人是要警醒，要愿意谨守的话，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的教导，就是他要有护心镜跟头盔。什么是他的护心镜？信与爱。什么是他的头盔？就是得救的盼望。好，接下来我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说当有人戴上信跟爱的护心镜以及盼望的头盔的时候，他就是警醒的基督徒。那具体指的可能是什么？我想当然这个信望爱是基督徒里边很常被人家提到的。那哥林多前书那边也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亦或是你看哥林多前书那边讲说，爱是很久忍耐啦，又有恩慈啊什么。我想这个我们都相对的熟悉，所以我今天只是很快的跟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思考。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从上帝的标准来看，我真的有戴上这个护心镜跟头盔吗？我在上帝的眼里到底是昏睡的人吗？到底是在梦游吗？还是在讲梦话吗？还是我真的是警醒的人？只要是警醒的人就太好了，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警醒。首先有关信的话，我很简单的举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呢，得到上帝喜悦的那个信心是什么？第一个我想可能我们 common sense 也可以理解，你要相信有一位神。但是相信有一位神不够哦，相信有一位神还不够，你要相信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上帝是施怜悯恩典给我们的神，有一位神在那里，而且那个神不是离我们很遥远，是就当我们愿意寻找他的时候，当你愿意转向他的时候，他就赏赐给你更多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信心，所信的是第一个有上帝，第二个这个上帝是施怜悯恩典赐福给我的上帝，他不是冷漠的坐在宇宙的哪个中心点，那么呢距离地球有几千亿的光年这样子，不是，不是那样而已，他是乐意赏赐给我的各样恩典的神。我接下来要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呢跟我们很相像。哪一个很相像？哪一点很相像？他们在血统上都不是犹太人，所以在这一点跟我们很相像。第二个，他们的信心都是被耶稣称赞的。耶稣有时候对他的门徒讲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这么没有信心，你们的信心小，所以你感到害怕。所以这两个人呢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血缘上都不是犹太人，都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缘上的后代，但是他们的信心，从信心来看，他们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好，底下有一个男人跟有一个女人，一个是罗马的百夫长，一个是迦南妇人。
马太福音八章这里讲到，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来向耶稣祈求说，我的仆人病得快死了，求你来医治他，求你来救他的命。好，那假如你看其他记载，是他觉得自己不配直接去见耶稣，所以请犹太族的那些长老们，社会上有地位的被尊重的人来求耶稣。那耶稣就说，好，那我去医他。八章八节，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你到我家里我承担不起，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第十节，耶稣听到这样的就很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是被上帝称赞的信心，特别记在圣经里面要我们学习的。你注意看，假如你看他前后跟的一些对话的话，罗马的百夫长说，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不用带我家里来。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认为？因为他说，我在人的权下，就这位百夫长，有一点像连长吧，或者是应该讲连在上去，可能团长或什么，我在人的权威底下，也有兵在我底下，对这个时候去他就去，对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他就去做，我因为在我的长官的权威底下，所以我发出去的命令，在我权威底下的人他就会照着做。他认出来耶稣是有这样子权威的，那他认为耶稣有什么样的权威？耶稣可以从远远的说一句话，事情就会成就。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权威？是从罗马皇帝来的吗？是从总统来的吗？是从行政院长来的吗？通通不是，从上帝来的。这些人都没办法拯救你，但是上帝可以拯救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件事情的结局是什么？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迦南妇人。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讲到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大卫的子孙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大卫的那个子孙。那为什么要讲大卫的那个子孙，或是那个大卫的子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所应许的拯救者，那一位拯救者，不是任何一个大卫血统下来的后代，不是那样而已，上帝所应许的救主。上帝所应许的救主啊，可怜我吧。然后呢，他向耶稣祈求之后呢，你注意看一下底下几个反应。二十三节，耶稣却一言不答，用我们中文来讲，就耶稣给他闭门羹了。第一晚就是一言不答。第二个继续，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门徒看出来耶稣，至少门徒认为耶稣也许不想要医治他，不想要医治他的女儿，那其实他们错了。不管怎么样，他说，哇，他在后头一直叫，我们这个血压要升高了，这个血管要崩掉了，他一直这样叫，我们受不了这样，请打发他走吧。你至少给他一个答案，说你不要医他嘛。但耶稣怎么样？耶稣第二次给他闭门羹。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我这次来没有要拯救这些迦南人，我没有要拯救这些人，我只是要去以色列家那个上帝的儿女的家那里。耶稣这句话很可能是对着门徒说的，当然也许这个人也听到。为什么？因为二十五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什么什么，也就是那个妇人，你可以合理的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是那个妇人勇勇挤挤的把众人推开，好不容易到耶稣那里，然后他说，主啊，帮助我。所以耶稣第二次给他的是二十四节，耶稣直接跟门徒讲，我没有，这个不是我的任务，这不是我这一次来传道的任务的对象，不是我要拯救的对象，这样大致上是这样意思。所以耶稣第二次给他闭门羹了。
第三次，这个妇人好不容易拥挤众人，然后可能是推开众人，好不容易，然后到耶稣脚前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又再一次给他闭门羹，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只要按照这个文字的用语，有一些人的解释，这里的狗是指家里的狗，不是流浪狗哈，不是跟你毫无关系的，不是。也就是说，耶稣这一句话是说：“我不好现在拿要给儿女吃的饼。”给儿女吃的食物，现在当狗粮丢给这家里的狗吃。好，你只要先看到这里，你觉得那个妇人会有什么反应？只要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办？主啊，不错，但是，主啊，你讲对了，但是，还有一个但是，重点在后面的但是，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起，他的女儿就好了。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例子，你会发现什么？第一个，他们都相信有一位神。没错哈，这个跟很多人相信的可能有一点相像。但是第二个，他们相信的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赏赐寻求他的人，上帝会赐更多的恩典给那个愿意寻求他的人。罗马的百夫长马上得到他信心 的那个结果，就是他的仆人马上就好了。耶稣没有拒绝他，耶稣非常干脆，就讲一句话，事情就了了。那迦南妇人，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因为他吃了至少三碗闭门羹，今天都不用再吃任何东西了。耶稣一言不答，耶稣跟他讲，我不过是来找以色列家失迷的人，对不起，不是你。他就又再来求耶稣，耶稣说，不好拿给儿女的饼给狗吃。耶稣三次的拒绝他，他说但是，所以他是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外表上看到的神是一位严厉的神，外表上看到神的言辞是拒绝他的，但纵然是这样，他还是相信这个神是怜悯他的，包括他是一个迦南人，上帝都愿意怜悯他。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所以耶稣称许这样子的人。看来表面上被耶稣三次拒绝了，但耶稣还是怜悯他。他们知道有一位神，而且这个神是赏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各样的祝福的一位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现在陷于什么样的困难，什么事情让你非常焦虑，你可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不要相信这个上帝的，第二个就是继续相信这个上帝，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罗马的百夫长当场就得到耶稣的答应了，他当场得到他信心的结果。这迦南的妇人求了三次，求了四次，吃了三次闭门羹，但是他还是得到他的所要的结果。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乐意赏赐给我们各样祝福跟丰盛的神。假如你今天觉得说，我的日子过得好辛苦，这样好，到上帝面前来祈求，也就是说，林弟兄，你都不知道，我已经祈求了好久。上帝不会亏待你的，上帝为什么要你祈求到这么久还没有得到答案？这个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要给罗马的百夫长，给他先吃三次闭门羹，一次就答应他，那给那个迦南的妇人反而是给他三次闭门羹，最后才答应他。我不知道上帝如何做这样的决定，我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权利管他，因为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知道的是，上帝是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赏赐给他们各样的丰富恩典的神。再来戴上信心的护心镜。这个护心镜呢，是由两种材料混合做成的，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爱心。我要稍微跟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互相提醒的是爱心。但我们现在许多的诗歌就讲到说，我好像哇，我在这个上帝这个爱的气氛里边，我好感动，我好流泪，这样子，我感到好欢喜，这样子，我多么爱上帝，这样。当然这样不一定有错了，
你对一个你所爱的人，你看到他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那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你可能是从冰箱里边走出来的，你都没有感觉这样。你对你所爱的人，你看到他的时候都没有感觉，这很怪咖哦，这个人情绪有问题哦。但是只是情绪也不对，为什么？这是耶稣自己说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爱上帝的人，同时也是为上帝特别所爱的人。那什么是爱上帝的人？耶稣讲得很清楚，两个条件符合就是爱上帝的人。第一个，有了上帝的命令，你知道上帝要你做的是什么。第二个，遵守，不多不少，不要把爱简化成为任何的情绪上的感觉啊，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而已，它不是。有了上帝的命令又遵守，所以我们要乐意的寻求上帝的旨意，到底在我身上要做什么。那我们常常都不是很清楚确定，我也是会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呢，我要乐意去遵守。有了上帝的命令又愿意遵守的人，他就是爱上帝的人。那我们什么时，我们可能很长时候做不是那么好，但是我想我们要彼此互相鼓励，不要说啊，我们彼此互相觉得说啊，幸好有人比我做得差这样子哈，所以我不是最后的。这个不是上帝要教导我们的，上帝要教导我们是要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样子，有上帝的命令在我们，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又乐意去遵守。再来，我们要看到这个头盔，戴上这样子头盔的人，他在上帝的眼里，他是一个警醒的人。这样子的头盔是什么？得救的盼望。得救的盼望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讲到说，神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是有活的那个，有生命力，有生命力的那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有点像继承的概念，就是说呢，我得到我父亲所拥有的。我们是神的子女，所以神会把他所拥有的一部分赏赐给我们，那一部分现在是什么样？存留在天上，它是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的，在天上的基业。有一天我们要完全的得到它，我们现在只看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应许你，应许我说，我为你存留一份不会朽坏，不会玷污，永远不会变质的，不会衰残的，我的所拥有的基业。神所拥有的那一份基业，他要赏赐给你，神所拥有的那一份产业要赏赐给你。假如各位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的话，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提醒，你会怎么样过你的生活？假如你知道你在永恒的天家里边，上帝为你预备了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的话，那这个会对我们的价值观、生命当中的轻重缓急会有很大的影响。就像耶稣在其他地方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积存财宝在天上。我们没错，我们在今生非常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家人负责，我们必须尽力而为，帮助我们周遭的人，包括帮助他们来相信上帝，包括给他们，包括可能是物质上的帮助、金钱上的帮助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要积财宝在天上，要为神而做，为神而做才会积财宝在天上。你在地上许多的努力，就像耶稣所讲，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在我们现在台湾人的话来讲的话，虫子咬或能嗅坏，我觉得大概最接近就是通货膨胀，你的钱贬值了。当然你的钱贬值，我的钱也贬值，这样子东西会贬值，会朽坏。你好不容易买了房子，就 bingo 是海沙屋。
漏水屋老阿楚这样子一直漏这样子，你地上的产业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你会贬值，你会有诈骗集团来想要你口袋里面的钱。但是上帝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盼望的话，我们就会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轻重缓急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努力做现，当然我们要努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上帝本身特别留给我们的。好，最后 我想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下总结了哈。我用这个图来问大家一下，看得见吗？哦，看得见。嘿，左边是个欧巴桑，欧巴桑非常勇敢，他骑摩托车。我看那个地板应该是没有下雨了哈，但是欧巴桑非常勇敢，他就头上戴一个塑胶套，好像是垃圾袋的样子，或是购物袋。这是左边这个欧巴桑的做的。右边这个欧吉桑也很猛啊哈，他骑摩托车，头上呢没有戴安全帽，他戴了呢一撮哈一捆草。草绑起来的，戴在头上。好，现在我要机智问答了哈，你不用回答，但是你在心里一定会有答案。我问大家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第一个，欧巴桑跟欧吉桑哈，知不知道骑车要戴安全帽？我想你一定会回答知道。我想大家在台湾大概不是问题，天气再热也应当要戴安全帽。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想也很简单，他们有没有戴安全帽？他们有没有戴安全帽？应该没有嘛，哈。塑胶袋，当然安全帽可能有一些塑胶的成分，但是安全帽不等于塑胶袋。安全帽也许有一些防避震的功能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头上戴草的这个不算。他们都知道要戴安全帽，但是他们都没有做到，他们拿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来替代这些法律规定的安全措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假如在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警醒，我们昏睡，昏睡的人的特征就是照常吃喝嫁娶，他是不警醒的。这样子的人就像开车上路，他想要朝见神，但是酒驾，他昏睡这样子，疲劳驾驶或者是酒驾，因为他神志不清，他没有警醒，所以他非常可能他就会发生车祸。再来，我们看到了，我们应该带上上帝给我们的配备，就是信心与爱心的护心镜，让你一生的果效到上帝面前的话，你可以交账交得过去，因为你一生是有功效的，有果效的。信心与爱心当作护心镜来遮胸，还要戴上救恩的盼望当作头盔，这样你在人生的旅程，你讲基督徒的生命好像朝圣的旅程，你才会有保障，你才会安全，你在上帝的眼里才是一个警醒的人。好，再来，我想我们应该互相鼓励，我想就像圣经讲的，我们应该彼此建造信仰，让你的信仰好像原先是一个房子，还没有盖得很好，现在可以盖得更好，更完整，更像上帝为你所设计的那个建筑蓝图。所以我们应该彼此互相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脑袋里边不要把照常吃喝当作是你人生第一跟唯一。你人生的第一跟唯一不是那样，是要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再来，你要保持清醒，在行走人生的路上，你要戴上护心镜跟头盔，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但愿这样子的今天我们所读的信息帮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在未来不管是疫情如何，不管是疫情过后如何，都一样，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把信望
爱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让我们听了，生命可以得着健壮，让我们得着鼓励，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不是只是为了照常吃喝嫁娶而活，不是只是为了今生的物质生活安逸享乐而活。我们人生就像一场朝圣之旅，我们要保持清醒，我们不要只是照常吃喝，我们要把信心跟爱心当作我们的护心镜遮胸，以至于我们一生有美好的果效。我们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让我们一生是有目标的，是对准你所要给我们的目标，以至于我们行走偏路，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不偏差，不离开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根盛老师的证道，让我们在生命追求的道路上有重要的提醒。我们这时候请一同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我们要唱普天颂赞第592首，592首圣灵善导歌。
请依然站立，请邱景健牧师为我们祝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林弟兄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其中最要紧的是要彼此相爱。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让我们仰望耶稣，天天遵循主的旨意，向着天国的标杆直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到此结束，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赐福大家。